大家好，又是我阿云。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听过或吃过怡宝花园南区的路边猪肠粉呢？听说是有40年历史的。最近就发现原来他们搬到了万里望的有口福咖啡店这里，就是这一档。来到就看到一个男人在那边买的，问过先知，原来以前那个 Auntie 已经没买了，现在就交由他的仔出来买，他就只是帮忙备料。这里是卖传统古早味的猪肠粉的，最普通的猪肠粉是 RM3 一碟，有咖喱猪皮加甜辣酱的是 RM4.5。 我就点了咖喱猪皮加甜辣酱来试试啦。老细就说先给我没加咖喱猪皮的来试试看味道啦。传统甜辣酱吃起来味道刚刚好，不会太甜，再带有少少的辣，而且老细讲他们是加少少的油落去的，所以吃起来不会那么油腻，再加上自制的 Sambal 糖酸辣椒，挺不错的。现在了咖喱猪皮后，很香咖喱的椰浆味啦。重点是他们的咖喱猪皮是大大块的，吃起来更加过瘾。总体来讲，这档猪肠粉是蛮不错的，价钱也不高。如果你想回忆以前的味道，记得来这里啦。我是阿云，我们下次见。